非常高兴再一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金飞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没联系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没辙，我一人给您演吧，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Thank you， 你给我滚回来！好，我来了。郭老师，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啊！拜什么年呢？这都几月份了，还拜年呢？你这排练找不着他，看见了吗？录制的时候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哥，我回来了。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血脉奋张的感觉？有，话筒的血脉太奋张了。都让你空出脑淤血来了，你干嘛拿着它？不是你老跟我提这个干嘛呀？你给我站好了，你告诉我、嗯、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你干什么去了？我学习去了。学习？学习去了。学要饭去了。学要饭干嘛呀？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这破衣拉撒，哎呀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捡了条墩布蹬到腿上了？这是啊？懂什么呀你？这叫潮，知道吗？哎、时尚。行行行，你甭给我扯这个。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我上哪儿了？啊，我上荷兰了。哎呀，我的天哪！你上河南干什么呀？北京也有卖烩面的，你非得上那儿去吗？嗯嗯，荷兰不是河南。荷兰？当然了，欧洲。打欧洲，欧洲荷兰。嗯，时尚潮流的聚集地，随便学习一点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行行行行行，你站好了，我问你干嘛？你上荷兰，你跟谁学的？哎呦，这个问题问得好。哦，要提起我的老恩师，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什么？我的老恩师名叫威廉姆·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还是学要饭去了？怎么还是要饭呢？你让大伙儿回忆回忆，七公吗？哎，你师傅是不是姓洪？哎，丐帮帮主，知道吗？九指神丐，降龙十八掌。你啥你都不懂？嗯，七公是姓儿，人外国人把姓儿搁后边，你不知道吗？我叫什么呀？金飞。到国外不能叫金飞，那叫飞进。哎呀，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我跟你说，哥，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要了命了，知道吗？怎么？我就为找他，那是 very very 的 difficult。哎呀，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 difficult 了，你气死我了，你这外国话吗？嗯，我找到我师傅的时候啊，我师傅正在马路边蹲着要饭呢。要饭干嘛？蹲着练功呢。练功？练功呢。要要接着要，这不就是要饭的吗？你还接着要要要，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哎呀，太好了，这个，嗯，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什么流行音乐？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哦、我说老师老师老师，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啊，他怎么说的？哎呀，荷兰那边，哎呀哎呀，荷兰也嘬烟头，哎呀，抽的这个烟气，哼。种就是河南，就是河南，说出来了，朋友们，说种种中国人，哎，中国人，耶耶耶耶耶，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嗯，没想到我跟我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当时就决定收我为徒，哦，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哎呀，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还有拜师仪式？那当然了，那天晚上不但有我的老恩师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先生，嗯，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听你们，还有师叔和师大爷。嗯，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伊尹申娃。叫什么？伊尹申娃。
隐身娃。你是大爷是老六啊？你大爷是葫芦娃。你不说隐身娃吗？什么隐身娃呀，不愿理你。我都还有谁？还有一位还有我的师叔。谁呀？来自泰国的嗯咔嗯咔夸的令夸。叫啥名？嗯咔嗯咔夸的令夸。夸的令夸，夸的个令，夸了个令夸。哎呀，你师叔是泰国长快板的？是长快板的。长快板的干嘛呀？搞流行文化的。什么流行文化？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我的师叔师大爷纷纷向我送礼表示祝贺。还送礼物了？那当然了。都送什么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大脸巴啊，就面包。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要送我一个泰国的大椰子。哦，椰子。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不让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送我这个大椰子。哎呀，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送我这个大脸巴俩人说着说着就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拿了脸巴打了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拿了椰子打了俄罗斯的隐身娃一脸子也不是这要你别的脸巴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打了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还是那手里递了椰子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打了腰里别的脸巴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一夜的到后来隐身娃做椰子姆卡姆卡啪叽啪叽吃脸吧哎好吸绕口令了这是哎呀隐身娃跟长快板的打起来了我看你我告诉你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俩人多喜欢我行你甭跟我说这个干嘛我问你你上那儿你都学什么回来了别看我去的时间短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啥精髓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哥服装就得改变你瞧你穿的衣裳多寒碜这大褂多是人穿的衣裳吗这衣裳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不是那说相唱快板不都穿大褂吗都穿谁还看你啊你得穿出你的个性我什么个我穿什么我都给你买好了我在国外我跟你说吧哥还给我买好了我给你带礼物来喽什么玩意儿你瞧这配色这是什么配色这不红配绿吗这好看极了不是哎我穿这不好看你好看好你穿我看哥你瞧这帽子没有这帽子2019最新款这个配色不是原亮帽吗这不是什么原亮帽你戴上我看你可好看极了哎过来不是哎我你见我的我这还有一个眼镜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师叔师大爷送我的你知道吗不是哎不是这行吗这个哎呀行哥我这还有一项链来不是哎你别都给我套上哎你让大伙看看哇学了这副眼镜绝了漂亮不漂亮绝对帅气我跟你说哥从今天开始以后咱俩再演出再比赛就穿这个了啥再比赛就穿这个咱们比赛穿这个叫这个你还给人淘汰了你怎么看哎呀穿这淘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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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哎淘汰吧干嘛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你干嘛回来了我告诉你哥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知道吗我要颠覆你的曲艺观我就是以后的金德刚哎呀你可别这么说哎呀德刚老师你好不行哎我也叫德刚、哎、知道吗不是那个刚你奶我也是你干嘛呀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什么啊真给咱俩淘汰了怎么办怎么意思真淘汰了淘汰吧哎呀现在就淘汰我吧别哎我求你们现在淘汰了我哎听我指挥大屏幕出结果好我的得分是-1分来冠老师进广告来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哦我淘汰了我无所谓呀、哎、来项目拉大幕啊快拉吧无比赶紧上场了来、哎、不是给我来一点大众美酒典范老村长酒我要庆祝庆祝不是还有、哎、你干什么干嘛呀没人管得了你哎谁以后谁也管不了我金德刚我怕什么呀我是不是啊、哎、我姓金的是不是都这样我告诉你怎么意思啊你师父今天可来了这不可能我师父在荷兰呢你这爱谁哪个师父哪个师父啊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李派传人李少杰哦真的假的在后台待半天了他怎么来呢嘚瑟啊你就敢穿这身你嘚瑟你等着你哎我师父你等着我师父看我穿这身踢死我哎我叔啊别玩消消乐了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我跟您说啊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哎最缺德你没看见他穿那身衣服哎我跟你说待会儿你看他穿什么样他那啪啪你就抽他你看他那个温文尔雅的死处
师傅，您来了。你看看你这死样，你都穿成跟忍者神龟一个样了，你不是不是叔，什么不是？你都差两把叉子了，知道吗？哎呀，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啊，您不知道什么样？他刚才说他上荷兰了，他碰见那个一个隐身马，后来生完忍神娃之后，他又碰见一个泰国长快板的，叫木卡木卡夸德林夸，都他说的。不，你要说什么呀？不是哥，不是哥，你注意点状态，你要再这样，一会儿真给咱俩淘汰了。来呀，对，我就是要说这句，现在给我淘汰吧！来，大屏幕出结果，好的，我得分是负一分。来，郭老师准备进广告，一号机给我个特写，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来呀，降幕啊，降幕无比，该你上台了。哎呀，胡宝贝，冷静，冷静。怎么了？这是啊！看着我，看着我，听叔的吗？听，真听我的。不管怎么样，记住了，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啊！我早我就不想穿，压根儿我也不想穿。哎、师傅怎么了？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惹他。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这……哎哎，宝贝儿，宝贝儿，别，冷静，冷静。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我要唱快板，唱快板。那个能唱能演吗？三打白骨精，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真、哎、没问题。叔，我精神没有问题，我、啊、我信你、嗯，我信你。那这么着，听叔的、哎，我陪你唱怎么样？你要陪我唱 啊？我陪你唱怎么样？行，那咱爷俩给大伙唱一个，唱一段。哎呦，那是为他病情好，咱们干什么都行，对是吧？是吧、嗯？来吧，那咱闲言少叙，打板就唱。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他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绿冷软罗帽，他这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耀眼明，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耳黄云缎，他这虎皮战裙为腰中，丝鸾带金打莲花扣，他这牛皮管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的棒，那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对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呜，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跨过邪身往回迎，孙悟空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给他弹指尖，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捉棒特棒拖棒各一棒一棒连一棒，棒棒紧逼白骨精，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这个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俩这活还真瓷实，那当然、啊、师傅您等会儿 啊听见我师傅说什么？说什么了？还真瓷实，本来也瓷实，这么演好不好？特别好。那你瞎改。老师您慢点啊、哎、走他这病什么时犯的？俩多月了啊。你可别找我知道，我您放心，您放心，太累了，我知道。哎哎，您放心。咱们三个人在那说快板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我看到一种传承。金飞晨曦回来了哈，还带着你师傅来。金飞给大伙儿着重介绍一下啊，这个我的恩师李少杰先生。对，这个快板是三大流派，王派、高派、李派。对，李派创始人呢就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润杰先生。嗯，这就是李先生的公子李少杰先生。嗯，怎么想到把你师傅请来呀？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节目设计有关系。嗯，第一轮比赛的时候算被淘汰了，然后后来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思考，希望呢这个弄一些比较新的有创意的节目给大伙表演。最后为什么把先生给请来呢？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创新，你这些基本功或者是咱们根上的东西一定得掌握，所以说就弄这么一个节目。好，金飞说得好。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一支穿云箭，老友来相见。对，真是没少去看这个爆笑社区皮皮虾 APP 是吧？对，这咱们就踏实了啊。是是是，现在到了投票的时候了啊，到底金飞晨曦在本轮中分数如何？来，请公布。废，
哎，行，但是现在第二名小沈龙是58，也就是第二名还是有点危险。是是，你们俩还行，80入了吧？好，恭喜两位，谢谢大家。谢谢